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自由时报》的头条也是总统大选三组人马全部确定，而《联合报》则是报道前副总统小万长代表台湾参加 APEC 年会，昨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交谈，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一度加入对话。 美中台三地领袖代表首度在国际场合短暂对话，而《中国时报》的头条则是：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指出，近二十年来，有二十一位教育部的高官在退休之后，转任到私立学校担任董事、校长等职务，扮演门神角色。 少子化为大学带来危机，教育部提出高教创新转型条例草案，但当学校解散有剩余董事还有退职金，引起质疑。高教工会检视过去私校法修法，更发现好几次的法令松绑，当时的一级主管后来都转任私立学校担任要职。教育部的次长，还有一个是前技职师的师长，那这次长跟师长就联手的要去把这个呃私校里面关于私产。 呃，这关于校产把它私产化的这个东西松绑掉嘛？工会追踪发现，近二十年来，共有二十一位教育部一级主管退休或下台后转私校任职，包括杨朝祥、黄荣村、吴清基三位部长，还有吕木林、周灿德、林聪明、陈义新等十位主秘或次长，质疑他们领双薪，又靠自己的人脉与资源变成私校门神。 事实上，我亲见亲闻的就是，很多人担任呃私立大学主管，呃，要办某件事情的时候，他必须他他可以打个电话，就马上就可以打通关节了。这也许是私校所需要的。甚至包括我们的所谓的系所评鉴、校务评鉴，啊、呃，这些人可以扮演门神的角色，哈。 不担心被点名的人提起诽谤告诉高教工会强调制度不正义以扭曲高等教育，呼吁立法院比照公务员制定旋转门条款，也要求现任官员公开宣誓退休或下台后不到私校任职。记者尹晓惠沈志明台北报道。